了，挤在箱子外面了。而蓝队究竟吸了多少水呢？咱们还是先来看看红哥的表现吧。好吧，现在红组准备了啊。好啦。第一组是谁？妹妹跟小涛。预备 ，Go！ 三分钟哦。赶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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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红队似乎掌握到一些诀窍了，而下一棒回来的莎莎还有蚊子也丝毫不拖泥带水的，赶紧把吸回来的水全部都给挤出来了。另外一组妖哥还有女明也是非常积极出发，不过每一组总是有几个拖油瓶，像他们这两位摔倒了还可以笑那么开心。然而究竟哪一队可以在这一关拿下关键的一分呢？也请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现在才一分二十秒而已啊。刚刚那一箱水呢？你们刚刚在比赛的同时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把地埋起来干什么？哦，你把那个水拿过来给我。接下来来比较一下，红队比较多，还是他们蓝队比较多？好像很明显呢。红队在这一关以细微的差距惊险胜出，可是离地牢越来越近了，恭喜喽！红队获胜。2-1。大会爆发，目前红队领先，下节课还有更有趣的游戏哦。目前红队以2-1暂时领先，赶快来看看下一关。这一关叫做瞎子摸象。这四具尸体当中，有一具是你队友的，你必须在时间内把它拆出来。蓝队这边派出埋在沙里面的美眉，就是古灵精怪的龟龟啦。猴子可以顺利找出队友吗？一起接下去看看。先从第一位开始。
宰相也可以摸得出来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恭喜蓝队先取得点，而红队这边会派出谁呢？哇，没想到派出勇兔来闭门。我想只要摸到他那健壮又发达的小腿，肯定是不会猜错的。加油啦！踩到人家身体啊，蹲下。我想要他脚。故意的。故意的吗？故意的啊。你要往下摸。对对。摇一摇。还闻呢。有臭吗？还好，这个人别走。没什么精神啊，这摸得出来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你猜哪一句才是你的队友？刚刚二绝对不是。你要再摸一次吗？我想摸一下一。好吃。好，你再摸一次一。对，这样。好，往前的话题。好，往下。还有一的脚趾头还蛮长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是什么？眼罩先拿起来，眼罩，你先把第一句拉开看是谁。你的第一句怎么走的哟？他的脚趾头很长。好，第二个。我很想知道富贵的脚是谁。哎，宝哥，刚刚这是骨牌。好感的，红心。红心。红心在里面很难过吗？第三个，这个是将来一定很有钱的。富家千金。哎，你真的会算命呢！我好聪明，所以这个一定是我的队友。你别走干嘛？耶！哇，看来这一关两组都相当有默契。最后再多的平手，我想也不用比最后一关了。我们再次宣布红队胜利啦！师弟，今天决战肯定由红队获胜。今天晚上可以助我们的力啦！蓝队有点不开心哦，有没有？这边低气压哎。不错，那你们很开心吗？难得来垦丁海上饭店提供的 villa， 今天你们好好享受啦！那明天还有比赛，那请你们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回去睡觉吧。我爱黑社会，下课啦！男艺人最想拍文献的妹妹。